美食那些事，由 Good Luck 一款中西方通吃的好运辣酱特约赞助播出。我们在平常吃糖的时候呢，一般在市面上就是三种，我比较喜欢的，因为它是 organic 有机。这个呢是 cane， 就是 sugar cane，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甘蔗。甘蔗糖很营养，很好，很天然，但是它没有那么甜。精制以后的大白糖，这个呢，哎，就甜了。但是甜好不好呢？不见得甜好哦，因为甜是 cause cancer， 是让我们的血液发酸的东西。所以呢，白糖我精制我不太吃。可是他们要做工业上的或者是商业上的，烤面包呀，或者烤一些甜点，他会用白糖。所以难怪他写的是 baking sugar， 就是适合烤的，有没有做点心用的？那在这里的是 brown sugar， 特别是我只要看到 organic 我就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机，没有农药。减低我们肝脏肾脏排毒的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个 brown sugar 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红糖黄糖这一类的生的糖，所以我要是每次去买咖啡的时候，它可以加糖，它有白的跟 brown， 我一定是拿 brown sugar。 那 brown sugar 呢，如果是煮姜汤，对女孩子生理期是非常好的，预防这个子宫寒，而且呢子宫太寒不容易受孕。那在怀孕的时候呢， warm up， 就是把它加热是很好的，但要记得用这种的这个 brown sugar 哈，这种黄糖或者是红糖来煮姜汤的时候，姜直接洗干净切片，不要去皮，因为姜皮是凉的，姜肉是热的，热性太过容易长火气，长青春痘。所以呢，一定记得我们用姜来炒菜来炖这个糖汤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带皮，就是这三种糖的用法。美食那些事，由 Good Luck 一款中西方通吃的好运辣酱特约赞助播出。